没想到你真有离婚的打算。你不用试探了，我本来就要离婚，现在不管你儿子离不离，我是一定要离的。想和我儿子离婚可以，但你的饭馆要分给我儿子一半，还有房子，房子虽然写的你们两个人的名字，但是这房子要留给我儿子一个人。凭什么留给你儿子？这房子的首付是两家一起付的，我爸妈也出了40万，房贷基本上都是我还的，你怎么好意思和我要房子？还有，我手上的这家饭馆是我辛辛苦苦一步一步经营的，和你儿子有什么关系？我凭什么要分给他一半？因为这个房子我要住，我儿子要带我在这个房子养老。你要明白，现在是你想离婚，我儿子又没有说要离婚。既然你想离，你当然要付出代价。我明天就去饭馆查账，如果每天挣1000，你就要给我500，这个账要日结。你的脸怎么这么大？你去做梦吧，梦里啥都有。牛仔，你就没有一点主见吗？你妈让你离婚你就离婚，你妈让你不离婚你就不离婚。你不用问我儿子，我儿子都听我的，你别在这用激将法，这些都是我玩剩下的。答应我3个条件，我就让我儿子和你离婚。第一，拿出88,000的礼金给你小叔子。第二，现在住的房子归我儿子。第三，你的饭馆分给我儿子一半。当然了，我儿子不参与管理，你还是明面上的老板，但是每天挣的钱必须要给我一半。我每天都会去查账，比如你挣了2000，就要给我1000，每天晚上10点分账。别和我玩心眼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饭都多。我说的这3个条件，一个条件都不能少，不然你就别想离婚。只要不离婚，我就一直是你婆婆，我就永远可以压你一头。你以为开了一个饭馆你就了不起了，挣了点钱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和我作对？你还太嫩了一点。你说的。